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Simon。来，今天嗓子很痛哦，我们来玩那个 T1013。哦，对了，这边的话，我的那个评价的话已经 OK 了，运气非常的好，已经上到了5000分了。这边的话，来期待我们的那个帝王蟹有一个迷彩哦，到时候的话再和小伙伴分享。来，今天哦玩 T1013，嗓子有点痛。我们的第一场的话是一个夜之绿洲哦，哎，我今天还是少说多玩比较好。你看我觉得这个嗓子撑不住，中轻型没有，然后又不是一个占领战，哎，这很尴尬。OK，我很少遇到这种情况哦，哎，不是占领战，然后又没有中轻型坦克，哎，那些中轻型坦克跑哪去啊？一台都没有哎，而且还不是占领战。要怎么玩啊？没有这个像这种哦，哎，这种是很少的情况哦。这种的话，走一个 AB 点的话是可以咯。不过我还是老习惯，我们来走这个点好了。我们来走这个位置，看有谁。有一台超级征服者，超级征服者走了这一边嘛？哎，那样的话我要走哪去？哇，好危险哎！他们的那个驱逐坦克包在哪里哦？哎，这边的话，一台超级征服者把我点亮了。对，有吗？有把我点亮吗？还没有吗？OK，有点亮。哎，有90滴血。有 OK，来一台、两台，两台在那边，两台的那个驱逐坦克在那边，然后都没有穿我。可以，我们这边的话，来再往这边压。再往这边压。嘿，看见一台183了。哇，这台183为什么掉了那么多血？OK，来，好好瞄准，好好瞄准，好好瞄准。哎呦，来，我给你一炮，再见，来不及挥手。400，谁打我的？那个，OK，哇，高爆弹，你可以算你狠。这边的话，来吃了一发高爆弹，然后他们的坦克的话在那边，183没了，最大口径没了。这边的话，来那个103要吃炮，他要刷我，这台要刷我，对，他这台那个帝王蟹要刷我，我们这边的话来小心一点。不要让它刷到，然后打开一个加速器，先往后退。它暂时是过不来，然后它也不想过来的样子。我们这边的话来跟它卡，他们的那个一三在这边嘛。然后我小伙伴这边的话，很像有掉了一堆的血。哎，我觉得来我们过去好了。他想这样卡我们，我们这边的话来，哎呦，我现在他没穿，没穿。他没穿，然后再玩占领。我们让小班进攻，这是一个赌哦，我们要让小班去赌，让小班去进攻起来。然后这台帝王蟹的话，来这台帝王蟹我压，哎呦我压，他没穿，我也没穿，我阻挡伤害2400，哎可以，可以，哇我天啊，来我这边的话要请他吃高爆弹吗？应该不用，我们再尝试的给他那个什么，给他那个 OK，他这边的话给我高爆弹哦。来，我们再卡，持续的卡着他。我们的那个100来了，100来这边的话来进攻起来。他们的小伙伴的话来，这台帝王蟹，我觉得要刷一下这台帝王蟹。OK 啦，哦，可以，还没穿。这边的话来压他，4005在这边嘛，来刷这台4005。哎呦，我天呐，来刷他，刷4005，喂，4005没了，4005没了。然后我们的那个。小扁头也没了，你这边的话来，赶快进攻。OK，我还有704也在这边，可以，这边的话来704。哎呦，没有穿，来，赶快。这台帝王蟹，OK，行，可以750的那个血量。这边的话，哎呦，我天，这台帝王蟹好厉害。哎呦，来200滴血，加减打。哎，来，赶快来救我，赶快来救我。哇，他真的都不来，来哦，他们真的都不来哦。我这边的话来帝王蟹，Oh my god，哎，赶快哦，哎上哦，这边的话能赢哦，SOS 哦，全部去帮忙，全部去帮忙，对，不要停，不要停，来哦，这个 Go 看得懂吧？这个 Go 看，哎，我们的那个100，哎呦，大哥，不要死抓这一台，哎呦，这台100很执着哎。他很执着抓那个，我天，来那个4005来了，OK，4005有穿，再来一炮，nice，漂亮，还是能赢啊，这场还是能赢啊。
只是说有点小尴尬。他们的那个我们的思韵这边的话来一直很执着打那个屁股，来三台三台，然后帝王蟹跟帝王蟹在卡。OK 可以，这场的话来慢慢看，应该是能赢哦。然后来不动哦，哎动起来哦，这边的话一近距离打的话会比较好。他们这边的话不好的习惯就是喜欢重型坦克定点射击哦，这边的话只要往前压，那你就不用省下那些瞄准的时间哦。现在剩下两分多钟了，来704再吃炮，消光了，704消光了。然后我们小伙伴这边的话来一个4005 ，OK， 4005是一个关键的，他这边的话他上就赢了。我们的 NK6 这台哦，这台很呆哦。OK， 我完蛋了，帝王蟹没了。剩下一台帝王蟹，然后这边的话704，对对对 ，OK， nice， 漂亮。你还敢说你自己也没上啊？你自己刚刚也是在那边打便宜，我一个人卡那边哦。来这边的话，三台打一台，还打输的话就说不过去了。来，赶快上，赶快上，不要等，不要等。嗯，跟他们打一个近距离。对，这台 OK， 漂亮。来，我们的 NK6 这边的话，侧面是包到。算不错，来他开炮了，他开炮，他还想要躲，对对对，哇哦，不上就是不上哎，可以，来这边的话要赢了，还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了，硬是被他们打成剩下不到一分钟了，还在退，绕进他后面了。OK， 来这场的话运气非常的好，取胜了哈。我们可爱的 T11013 了，1293，哎，打了一个寂寞，我打了一个寂寞。这边的话，来，我看他们的帝王蟹，我发现五个敌人哦，你敢信 ？T11013发现五个敌人，补助1989，哎，比伤害还要多。来，我们的第一场哦，取胜哦，幽灵工厂，漂亮。幽灵工厂的话，如果是出生在这边的话，那应该算我们的主场了。这边我们可以全力的去压他们哦。哎呦，这场有中轻型啊！上一场的话真的是很特别哦。哎，没有中轻型，又不是占领战，还是那张沙漠图哦。OK 哦，那个走 A B 点的话，其实说得过去。这边的话，我们呢是一台美国轻型，他们是 T9211 哦，然后也是美国轻型啊、哦。我们这边的话 BC25AP 九级司机嘛，他们那边的话也是九级司机，不过他们是哥哥跟弟弟哦，两台都是大口径，去玩一个 C 点嘛。哎，聪明哎，这边的话没有来我们 A 点这边哦。OK 啊，看到 T12013没来嘛。来了一台，103来了，然后这边的话来这一台，好，瞄准，还有来有给你一套先 ，T9211，来要打我吗？你要打我吗 ？OK， 你 OK， 他们这种，他们看到那个 T11013， 他们都会省略掉，因为 T11013 不好穿哦。这边的话来这一台，哎呦哇，我天哪，来甩炮甩到了，然后他们的坦克的话。我们小伙伴这边的话是 OK 的，对对对，我们小伙伴是 OK 的，我们只要坚持住就好。切换成一个那个金币弹来打他们的这一台，唯一的一台那个驱逐坦克。对，先给他一炮。我小伙伴的话在那边卡 ，OK， 哇，天哪，他生气了，他开炮了。这边的话来，他退无可退，我们这边好好来抓他。不要，大哥不要。哎呦来，还是有被我打到，可以。这边的话还是有被我打到，我小伙伴的话 OK， 来这台百兔很像很生气，他们的 R7要上，我这边的话来我再过去这边，对，来不要急，大家不要急，哎，我这边的话来，哎呦来我打得到，哎来赶快进攻，我小伙伴怎么回事？赶快上，为什么会有人被带走？我们的帝王蟹这边的话，来103，不要挡我，大哥不要挡我，不要挡我，哎呀，这台帝王蟹挡好挡满了，我天哪，来，哎呦，先打他们的那个 R7，
先打他们 R7， 我们这台帝王蟹很可爱。哎、欸、嘿，来他们百兔 ，OK， 百兔有穿，你这边的话，来我们来打百兔，他们的 R7 没了，然后哇，瞬间没了好多台，然后100这边的话躲一下他们100，对，躲一下他们100开炮了，我吃103一炮，来赶快去处理，哎呦103还没人要。103还没人要，大哥去打103，完蛋了，没人要理那台103吗 ？OK， 103没了，哇，我们的坦克也没了，哎，糟糕，这边的话来秀一下，他的那个100应该会要打我，对，他的100应该会要打我，然后这边的话来我们的帝王蟹这一台，给他来一炮、哦，我要往后退，他的那个我们的帝王蟹这边的话。来赶快上这边的话来这台100 OK， 来他们的那个什么没了，这边 OK 漂亮，好好瞄准，哎呦我天，没打中，他还在躲，我们也躲一下，他想要先打我，开炮了吗？他刚刚开炮了，然后他又躲在这边了， OK， 来好好瞄准， OK， 我有打到， okay, 哎呀我天哪，赶快我们的那个他要打我吗？这台100他不能打我，他打我的话这场的话就危险了，他打我小伙伴的话，我们这场就能赢。来着火，哇，来 N 牌了，这场肯定拿 N 了。我的天啊，还好你敢信，哎、欸，哇，差一点点嘞，我还以为会输，应该是 N 牌了。哇，没有 ，OK 了、哦，我打的还不够好吗？没有 N 牌耶，6722，只有一个一牌哦。哎，这代表什么？我们的 TR2013、哦、现在非常的热门、哦、非常多人玩的意思嘛。哎，来，哇，我竟然没 N 牌，发现零补助零哦，打了6722，你这边的话应该是不会亏钱，对，赚了70000的银币。这边来，哇，没 N 牌，6722，竟然没有。哎，来，行，没输就好，我们来玩我们的第三场。港湾，然后100重型坦克 T57， 我们这边的话150N140121，哎 ，OK， 可以，他们对面的话150STV121，哎，中轻型坦克的对抗、哦、重型坦克反而不是一个重点，不过我们的重型坦克是100跟 R7，哎，可以哦 ，150N 的话再挂机，先不要理他。侧面交给小伙伴，然后这边了、哦，哎，来这边交给我们，我们的140在干嘛？那个位基本上谁站谁倒霉，不管什么坦克站那个位都非常的被动，哎，吃你浮脚就算了，而且还很容易被集火。这边的话来他们的那个小伙伴为什么没过来？这边的话没人呢，没有人呢，我天哪，来 OK 可以，没人的话更好打了，没人的话更好打。他们的坦克在这边183，来我们来抓他们的183，他们的那个中型坦克 SUV， 我后天来他们的坦克要上，还有来先刷他的 STV 一炮，可以来打我一炮，他们的 STV 这边的话来刷他们的 STV， 好好瞄准，还有来给他一炮，把他打着火了，可以，哦 STV 没了，来这边的话再回到一个正面了，哇漂亮。哎，来小伙伴，今天的话很 nice 哦。来这台蟋蟀，哎呦大哥对不起，来赶快退。OK， 他刚刚应该是卡到我装甲，他没有办法，他犹豫了一下，因为可能是瞄到我的装甲区哦，所以他没有穿。然后这边的话来卡他一个这边，然后这台，哎呦来哦，打你一炮，把他打着火了，赶快开一个加速往后退。他的蟋蟀刚刚开炮了，可是他没有打穿我。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哦，他们的那个100在这边刷100吗？哎，做一个牺牲打，来这场的话不要太多输出，我做一个牺牲打，已经3300了，也蛮高的。这边的话来100没了，121在坚守，然后下面有一台150N183121，来这台150N，我这边的话来侧面漏给他们了，我们来打这台150N，对，打这台150N，然后下去要撞我吗？一一
回来 ，OK， 行，打开一个这个，我有用一个那个什么修理加速啊，对，哎，不行，完了，坏我引擎，真的变牺牲打了，OK， 可以来，可恶，我们的小伙伴嘞，来这边，对，打，对，打这台哦，哇哦，大口径的121，哦，对了，小伙伴这边的话问我说哦，要不要？玩121哦，可是我100还没有研发哦。这边的话，来小伙伴下面留言哦，你们希望我先出100还是121？我十级坦克里面的话，就剩这两台还没有出哦。小伙伴下面留言哦，你们希望我出哪一台？我先说哦，我自己的话是更希望121，因为100的话是太多了，那个帝王蟹啊、7201啊、100这些属性基本上太接近哦。反而是121的那个大口径哦，是所有中型坦克里面唯一一台那么大口径哦，和我们的 RS4 一样口径哦，420的伤害一炮。OK， 来题外话，这边的话来第三场取胜哦，4278哦，嘿嘿，还是不错，打了4278嘛，他们的那个重型坦克没有扛，然后。中型坦克来太慢，这台 STV 的话没有伤害被带走。OK， 行，发现一个敌人补助零4278，三连胜哦。我们的 T1013 来玩我们的第四场。大峡谷，中轻型一台，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只有一台轻型。不是一个占领战，我们让小班去中间去哦，按错了，中间，对，去中间，然后我这边的话我也跟着去，我们优先打他们的中轻型。TVP 这边的话 ，OK，TVP 没来 ，OK 我上，我打一个危险位好了 ，OK 了，还有没有炮塔的坦克哦，而且在中轻型没有我们的 TVP 没有点亮的情况下，我走这个位置看有什么效果。我们的 S7 跟100这边的话很危险，然后 VK9001起手过慢，哎，来进攻，我喊支援，这边的话来上，赶快上来帮忙，来帮忙，对，来帮忙。他们的坦克这边不知道有多少台，我看我这是一个赌注哦，这边的话如果不行的话就完蛋了。来硬打，把他们的那个，对，把他们这台 B2 他们的那个 OK 行，小伙伴肯来。小伙伴肯来的话一切都好说，来这边，哎呦，甚至不用开那第二炮，把这台 100LT 逼走，对，把他们中间的位置压缩，对，你必须走你必须走，来哦，哇哦，天哪，来，可以，这边的话完全掌控了那个主导权，蟋蟀在这边，他们的 N6 这边的话来好好瞄准，哎呦，来哦，哇，有穿，哎，有穿的话他们压力就大了，他们我们三前面的话三台那个重型坦克，他们绝对推不过去，他们暂时推不过去。我这边的话来 TVP 让我过 ，TVP 让我过，然后他们的蟋蟀在这边，我切一个高爆弹来娱乐一下好了。这边的话来高爆弹，哎呦，来有710，差点让他躲到里面去哦，还好他没有成功哦。这边的话来蟋蟀在看着我了，我们的大福的话还没有开始进攻哦。哎，喊他一下好了，来这边的话15要进攻哦，他都在发呆，你看他现在装填还有两炮，123，来我打这个位置好了，我去帮我们的那个重型坦克，他们很像要冲了他们很像要冲了，哇，嗓子有点痛，来我们尽量的玩 S7 跟那个 T100 冲了，注意他们冲了，我们这边的话也要打起来哦。蟋蟀没我的事，然后5A也没我的事，我们来打这一台来打他们的 IS7 100的话再跟我小伙伴打，哎呦，我刚刚那炮没穿，我刚刚那炮有穿的话这场的话应该已经快要赢了，现在的话就危险了，我们的 IS7 还能再撑一下子，小伙伴这边的话要赶快过来哦， IS7 撑不久了，我这边的话来我们要去打他们的那个 IS7 OK， 来我卡住了 OK， 有
你来赶快支援我，我这边的话要退一下，赶快来支援我。我们小班这边的话一堆没有血 ，TVP 来 ，TVP 队。哇，不行不行，这边的话打开一个加速哦。哎，不可以，我突然发现不可以，这边的话来那个哇，爆弹要架，他们的 S7 被爆弹要架，我刚刚突然发现哦，再拖下去会完蛋。OK， 小班这边的话醒过来了。他们的 S7 哦，来哦，被爆一个弹药架，他应该没想到。哎，先来四连胜，4485。哎，这边的话还不错，我们这边有个高手，这台 TVP 的话算是会玩的，他的工会的玩家基本上都是一个很强力的玩家哦，看工会就知道了。发现一个敌人补助零哦，打了4485。他们的 S7 来在，哇，他2500的血量都是我打的，总共打了三炮，然后最后一炮爆了他的那个弹药夹，来运气非常的好，现在的话是一个四连胜嘛，对，四连胜，来玩我们的第五场。罗曼底。对面也有 TR-013， 不过没有加工会，为什么不加工会？中轻型的话对面是豹一跟 62A 哦，不过豹一是跟那个 N6 组队，我们这边的话是 N6268， 不过有 STV 跟没有了，就一台 STV。 N6 要支援嘛，你在哪个位置啊？你这个位置要支援，我们随机应变。我先从中间这边来好了。豹一出现了，然后他们还有坦克，对，他们还是有坦克的。这边的话来豹一是能打一炮，不过这一炮的话很危险，而且他退了。62A 在这边，他们的那个 TR-013， 哇，完全不给机会。这台 50B 的话来也不给机会，他们这边。50B 很像要退，还是打不到，差太多了。这边的话来等一下，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在另外一边。我下班这边 S7 走位就完蛋了， S7 这边的话不敢拖， S7 走位，然后4005也完蛋，这场的话很危险。来这台暴衣，还有来有刷他一炮，800多的伤害，被他的那个13还是183打了一炮。这场要量打错一个位置了。 S7 不应该走， S7 来这边的话是打酱油哦。完蛋，这边的话要量，他们又要上来了。这台 OK， 来吃炮 STV 完蛋，这场要量，不要退了，你有炮塔，不用退那么多。完了，他在卡我，哎呦我天哪，来没了，这台 S7 是 MVP 啊。183来了，183这边要来，我这边被逼要打一个旁边的位哦。两台没了，还有我们的第五场要量，这边的话来这一台暴衣，哎呦刚刚一直在偷袭我，打他多一炮。小伙伴的话没来，然后这台 STP 要再打我第二炮，对 ，OK， 他第二炮没穿，他现在要退，不然他会被我带走，对。他要退，不过没有用了哈。我小伙伴的话来另外一台 T57 的话，在家里挂机嘛。暴衣要来了。给暴衣来，真的、哦，他真的想要硬吃我。可以，那边的话来，我们把他卡着，先把他卡着就行了。这边的话来，小伙伴进攻这一台。被动。对，这场的话来，小伙伴都被动。不能赢啊，来他们的那个。他们的那个 N6来了，还卡我。 OK， 可以，完蛋，要量，这边的话来赶快去。没挂机啊，他只是在家里发呆。OK 哦，哇，我天哪，来不应该这样走。我们的 T57 哦，这边没机会了。哇哦，重型坦克在家里黑枪，你敢信？他还把 OK 被爆弹药架，肯定没买装备哦。这个 T57， 嚯、哦，来我们的第五场打不赢，打了一个寂寞677哦。
哇，我天哪、啊、！S7 这边的话不能走位哦，他走了一个位，欸、他们的那个 T12013 打了一个成堆的伤害。OK， 可以。现在的话，哎、欸，这场很冤枉，赢了四场，输了一场啊。来，我们来做我们的 ending 场，我们的 T12013 哦。冬季马尼诺夫卡，小快要接近大九级房了，六台九级坦克，然后中型坦克的话只有一台。我们的150人敢抓吗？150人敢抓、哦嗯、他敢抓的话，那样我就打一个。他的对手是一台意大利，我这边的话我打一个这个位不知道可不可以啊、哦、154N 他应该会知道我这样走，对，他现在的话 okay, 我们来卡这边，我先卡这边一台，发现敌人，我发现敌人，诶，有没有搞错，来，我发现敌人，看我们的发现第二个敌人，来，这边有一台，好好瞄准，哎，我在干嘛？我干嘛移动了一下？完蛋了，完蛋了！这边的话来，完蛋！我这边的话刚刚竟然移动了一下，哎呀，不然都能打他两炮了，我天！来这边的话，哇靠！哎，来第二炮又没穿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个九级的那个4005的弟弟哦，装甲那么好吗？我们的150N这边的话，好像要走位。两台重型在那边哦，150N这边的话要来，他们的意大利来到这边了。OK， 来，完蛋！我这边的话，我去吃这台意大利嘛，很不划算哦，可是还是要吃。哎呦，这个应该能穿了吧？躲一下，进到这个石头里面躲一下他们的那个驱逐坦克，这台意大利没救了。马上回头打开一个加速器，1234，算人，这边的话来那个 T30 在看着我，进行一个走位，这边的话规避掉 T30， 压到 B 点去好了。我们的 150N 这边的话应该268在另外一边哦，所以他们 OK 位置全部都出来了，268在另外一边，我们占领这个点，可以占领可以不占领，我这边的话是选择占领，然后他们的这一台，哎呦大哥我在这边，来你要打我吗？来，你要他 OK 看，装甲很硬哦。他犹豫了很久，他瞄了很久。OK， 他现在的话还很懵逼，再打他多一炮。OK， 没穿，装甲太硬了。这边的话来，他想要绕我，对他想要绕我。我们这边的话来跟他绕一下。OK， 可以。这边的话来，赶快，还有来有，给你一炮，再见，来不及挥手。T30这边可以进攻，他们两台驱逐坦克的话。都在一个 A 点哦，然后那个 T 摆在这边，我们先占领这个位置。哇，上一场没输就好了，哇，就六连胜了，可惜哦。这边的话来 T30，哎，我卡着了，我卡着这个屋子，哎呀，我天，我给他来一炮，17滴的血量，175把他带走，哎呦，175还被对方带走。哎，可以，那边的话驱逐坦克，赶快进攻哦，这场的话已经赢了。我们现在赶快上他们的 T30 没有了，躲掉他们那两台驱逐坦克，这边的话来压过去，这台100已经没有血量了，卡在这边哦。 OK 哦，拜拜，再见，来不及挥手，打开一个加速器往后退，他们的那个驱逐坦克的话两台、哦、都在一个 A 点进行一个黑枪、哦、我们的150刚刚没有过去是很聪明的，他还在吗？他不在了。 OK 哦，他还是被埋伏到了，这边的话意大利被塞走过、哦、他还是去了一个 A 点哦，两台在这边，现在830分哦，要尽快的把他们拿下。哇，我们的 T2013、哦、有时候真的很强哦 ，OK 哦，又很漂亮哦，只是说他没炮塔，他跟那个 ，Oh my god， 大哥对不起，没穿，来你没穿，我有穿哦，切换成一个金币弹，因为268的话，他的装甲有时候有点悬哦，这边的话来，他没了，用撞了吗？哎呀，我们的 T30 来了一手。OK， 好，来我们的 ending 场哦，取胜哦 ，T11013 哦。打了3773，哎，这边的话 OK 哦，不错。小伙伴，这个超级征服者哦，没工会的、哦，哇，玩的非常的好，4500的伤害，给他一个赞哦。
我们两个小班 ST1 OK 哦，新手，对，两个都是新手，来，我们都给他们一个赞，加油哦，成为新势力哦，以后的话就是变强了过后就越来越好玩了。没有发现吗？有发现，两个敌人补助10哦，打了3773，来，我们的 ending 场取胜哦，这边的话总共是赢了五场，赢了五场，这边来评价，赢了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输了一场那个罗曼底。OK，、哦、好，今天的 TR013 向小班看开心哦，也祝大家游戏愉快。这边记得帮夏天点一个赞，大家点赞是我制作影片的动力哦。OK， 感谢大家。那下一期的话，我会再做其他坦克的影片。今天先这样喽，我们下一期见，大家拜拜。